今天非常开心受邀参加 Milk 的这么大型的一个 party。那其实我们平常三个人就跟很多潮流有很多合作，那这次能够来参加也很开心，也算是我们演唱会前出席的最后一个三个合体的公开活动。演唱会现在每日每夜在练习，每天都在练习。今天总算可以出来透透气，对，跟大家见面一下，不然都关在舞蹈教室啊，或者录音室在练习。体力部分呢，有做些什么运动？有，我们从演唱会前我们就一直在做体能的部分，像是去健身房啊、跑步啊，对体能非常的有自信。浮力挺身跟仰卧起坐绝对是上百下起跳，对。所以身材，但今天可能就穿的比较清凉一点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有的演唱会应该都会给大家。对，演唱会让大家大饱眼福。哎呦，对，会来就知道，在附近而已嘛。旁边 APP 旁边。今天最近出席最上的那个毛利跟哇，我没有什么脚步吧？你没有脚步吗？我脚步一直都是在我们一条船上，我们脚步永远都是 Michael Jackson 的舞步。哦，没有，其实我跟 Kimberly 很早就认识了，我们从之前拍《爱你》之前我们就很熟，所以说其实我们经常出去吃饭，然后只是刚好那天被记者朋友们看到，那其实大家看到照片，其实我没有特别的遮掩，也很正常，太正常了。我们常出去吃饭，所以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啊。发展空间哦，我觉得要看未来，因为未来这个东西不好说。对，而且他就是像小妹妹一样了，我们就是像兄妹一样，所以其实看接下来吧。他两位才会意外啊？我不会意外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开心的。我们蛮常就是私底下其实也蛮正常的，因为他其实算是我们同家唱片公司的，所以也非常不意外。然后我们也很多的歌曲的合作，他也有拍我们的 MV。就是以前来的非常的正常，对，而且这次演唱会就是 Andy 哥有邀请他，对啊，我们也邀请他，